欢迎收看熊老师陪你教数学。那我们这一集呢，要再次的来看一下过去出的作业，然后做一下复习。这个十二节车厢上，火车要挑三节设置餐厅啊，然后每节餐厅呢，如果彼此至少彼此相隔至少一个车厢，有几种设法。那这个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那个不相邻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说其他九节就是不是餐厅的车厢先排啊，但是也不用排，因为就是不是餐厅。所以九个叉放好之后把三个圈放入十个位置嘛。那因为三个圈彼此也没有差别，所以这个是 C10 取3。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齁。如果要求说这个餐厅每彼此之间要至少相隔两个以上的车厢的话，那有几种方法呢？你可以先按暂停，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想一下齁。那我们在这里提供两种做法啦。第一个做法呢，我们来看这边齁，就是说我有三个餐车的车厢，它等于把剩下不是餐车的车厢分成了四组，就是我们前面在学的那个 H 的概念嘛。那现在跟你讲说齁，彼此之间至少要相隔两节以上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中间这两个齁，注意哦，旁边没有没关系，可是中间这两个一定要有两个以上齁，就必有两个叉。那就会变成怎么样 ?A 加 B 加 C 加 D 合起来等于10吗？等于 9, 齁，因为总共有9个，不是九个非餐车，那其中 B 跟 C 至少要大于等于2嘛，所以说怎么样，四个餐车先给他们两个两个扣掉了之后剩5个，所以是 H, 我把它算出来，所以这个 H 4取5呢就是 C 8取 5, 也就是 C 8取 3, 那是876除以 6, 所以是56种。那我们来看方法2，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既然你说餐车之间要至少隔一格，至少隔两格，那我把餐车加前后一个非餐车视为一个 pack。那这样子我总共会有三个 pack。这三个 pack 总共扣让我消耗掉了三个餐车以及六个非餐车。所以我剩下能够自由去分配的餐车剩下 9-6。可是怎么样呢？我们其实可以允许最边边的餐车它旁边没有东西嘛，就是说你最边边不需要有非餐车。那我这样子，我等于是设定它一定旁边会有非餐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排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视为再多补两个非餐车在最外侧。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排，最后我再把最外侧的两个非餐车拔掉，这样你就有机会。这个餐车是靠在最边边的了，所以我其实是会再补2个进去。那再说明一次，就是说我本来有9个非餐车嘛，那我现在呢把它增加到11个。1,2,3,4,5,6,7,8,9,10,11。增加到11个之后再扣掉6个。去让你去组这个系统，然后剩下的来排。在这个排的过程中呢，因为你有可能会排到就是这样子，然后这边这边这边，不管左边什么排，也就是说你的最右边就是这一个 set, 对吧？那可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让你这样排没关系，我在你排完之后你有可能排成这样，你也有可能最边边有不止一个嘛。我不管你是怎么排的，我都把最右边这个拔掉，这样就可以让你出现这个餐车在最靠边的情况。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参与排的有三个 set, 跟 9-6+2, 也就是5个这个非餐车去排。那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它是 C8 取 3, 就是56。可以吗？所以这就是这一题。那从上面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如果今天我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题这个说这个每个餐车之间至少要间隔一个，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 H 的方法做嘛，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我这个三个餐车然后把它总共分成了四区，要去分九个非餐车，
中间至少要有一个哈，所以 B 跟 C 先拿一个，是不是剩七个飞餐车？那你就会拿到 H 4取7嘛。那 H 4取7是 C 10取7哈，哎，那也是 C 10取3没有错，这样可以吗？然后来看这一个哈，在那个重复排列的时候还蛮常看到的问题啊，但是因为做起来比较庞杂，那我们当时就跳过去了。现在来回顾一下。从一写到一千会写到几次的五、哦、那注意一下，就比如说12345678910就有一个五，对不对？11121314151617181920也会在个位数再写到一次五，可以吗？好、哦，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个位数的部分啊，每十个写一次，好、哦，零到九这样十个嘛，啊、他从一开始一到十这样十个嘛，哦，写一次。然后这个11到20写一次 5, 12到30写一次 5, 但是注意哦 ,10 位数的部分呢，好，当你写到 50,51,52,53,54,55,56,57,58,59, 到59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就有10次 5 了，所以10位数的部分哦，每100个写10次，那可能会有学生这个发现说，哎，55不是写两个吗？啊，那55的个位数的5算在上面这里。所以说1到1000的话，在个位数出现5的，每10写10个数字就会写到一次个位数的5。那它就会有这个1000乘以1/10等于100。好，所以其实我们会写100次的5在个位数，以及1000乘以10%也是100的5写在个位数。百位数的部分呢，每1000个会写100次。也就是从500写到599有100个百位数的。那是1000乘上1000/100也是100。所以最后这一题的答案齁，就是300次。可以吗？然后来看第二题，第二题就比第一题难很多了齁。它光是从问5改成问0齁，整个难度就提高很多。为什么呢？齁，我们如果是在个位数要出现有0的话，因为它一开始的0没有齁，所以我们是1到10才有第一个0齁，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写了齁。所以它也一样是每十个写一次。可以吗？好，每十个就写一次齁。那到1000有算。因为这个有点要注意一下齁。因为我们到底是从0算到9还是从1算到1000。齁，那我们这个是1000到1000有算。好，那十位数呢，按理说那应该要跟上面一样，对不对？就是每100个有10个。可是齁，这个第一组十位数是不算的。也就是说这个 12345678910, 按理来说它其实是01020304050607080089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我们不讲每100个吗？每100个，那你的第一个100个是从000到099。你的000到099也有一个十位数的0才对啊，因为你10100到199中间经过101到109嘛，这样是就有这样诶、欸、到100到109这样是就有10个。然后你200到299也有10个嘛，对不对？所以你从100到200到300到这个900都有哦，到999对不对？但是你000那一组没有嘛，所以其实它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乘以这个，本来是要给它乘以 10%， 但是我们先乘 1% 之后减 1， 就是说它只有90组啦，对吗？因为000到099不算，从100到199才有算，到900到999有算，然后1000有算，所以再加1。好，那同样的百位数呢，百位数我们是每1000个里面会有
100个在百位数的零，可是我们的第一开始就是说从1到99的那个都不写百位数的零嘛，我们不会写099嘛，我们会写99嘛。因为他你看他题目其实有讲他从1写到1000，他不是从001哦，他从1写到1000，所以你第一组的百位数的零是不写的。那第二组的呢，第二组要来自1000多啊，所以他没有哦。那但是他有1000的那个，可以吗？哦，所以最后这题的答案总共是192个。好，然后第三小题问你哦，总共会写到几个含有五的数字？哦，含有五的数字，那也就是说，他不是问你有写几次为哦，而是说有五的数字我就要算进去的话呢？那我们回来看这里哈，每十个写一次，好，每十个写一次，我总共写了300次。对不对？所以我有300个含有5的数字吗？你应该会想得到不是哦。为什么？好，如果有某个数字它会让我写两次5的，那我就多算一个。它如果让我写3次5的呢，我就多算两次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两次5的，两次5的有这个55什么和5什么5和什么55 ,550 多，有几个？10个。这里面你可能要稍微的想清楚，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要到底要不要算55进去啊，哦，那我会比较建议是不要算的，哦，那我们就要减一。555呢，诶，从505到595也是10个，但是扣掉55。那555呢，诶，从055，诶，那就是说55这个是有的，哦，所以说从55到955也是十个，但是一样我们不要算55，所以这里是不含55在内，也就是说真的只有出现两次5的，我们总共有27，然后55自己就是出现三个5的是一个嘛，可以吗？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这个300呢，他这个27都被我多算一次，我要算他们进去，但是我多算一次，所以扣27，55被我多算两次，好，被我算两多算两次，所以扣2，所以是这个271。然后看第四小题问你哈，一到1000会写到几个含有5的三位数呢？好，那我们等于说把刚才的流程再走一遍了，但是因为有东西都要扣，所以我们干脆重新写哈。这个会写到含有5的个位数哈，那就是在个位数字出现5的时候是每十个有一个嘛。那因为现在一定要三位数哦，所以前100个不看，我们只看后面900个数字，所以900个数字乘以十分之一。那按照这个道理啊，我们都只看后面900个数字嘛，所以在十位数字出现含有5的三位数的话哦，是。那比较特别的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在十位数的部分哈，等于说从这个50到59也是要被扣掉那十个，所以剩90个嘛。可是百位数的部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哈，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是取100，1000哦，乘以千分之100，所以这里是100，可以吗？那要扣什么呢？哦，要扣我们刚才扣了什么？我们刚刚扣了什么55，对不对？什么55的话，我们刚才说总共是因为不含55哈，不含55，所以是10-1。但是现在我们不算那个055，我们本来就不应该算进去，所以在扣的时候也不应该把它拿来扣，所以在扣的时候也要少扣这一个，可以吗？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把05算进去，所以你不能把它扣，要不然你就等于说它没算到又被扣掉了。那这个5什么5呢？5什么5的话呢，这样子是 10-1。那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就是不到100的呢？没有，因为你开头100已经确定了嘛。然后55什么也是 10-1。可以吗？最后再加回来的时候呢，55的话呢，我们这里都没有，不是加回来，我们这里都没有算55嘛。所以55要算 ,55 一个。所以最后的数字是 290, 这180 ,280。减8减9减9再减2，可以吗？哦，所以这里是18 28 280减28，漂亮，是
264、52。